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进直播了哈。啊，我们第一位特别来宾是玉峰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玉峰。第二位是第二位是龙介哥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啊，第三位是我们的杨明。大家晚安。啊，非常难得哈，大家可以做一个笔记，我们今天是三个人了，非常不简单。龙介兄，请教一下啦，今天侯友宜去中常会哦，要跟中常委跟他把乱一下，可是很尴尬哎，他。指着这个吴怡丁，还有另外一位中常委两个人啊，就喊不出人家的名字。另外一个喊不出来，我觉得可以理解。可是吴怡丁吴怡丁居然会喊不出来啊！他是说啊，因为我比较少来。他去王金平，他去高雄看王金平之后，也是说啊，拍谁我比较少来啊。他少去的地方还真的蛮多的哈。可是王金平那场吴怡丁不是也在？对呀、啊。然后上礼拜便当会吴怡丁不是也在？哎，不要再问我了，你夸啦！王介兄，你怎么看？他到底怎么了？侯，因为第一个，全国像我们啦、我们也常常被说，你唔捌我，你唔捌我，你唔捌我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定跟你讲捌的啊。啊，你搁问我，我就走。你，我一日去看哈济人，选民啊。要说你是公众人物，你来到阮家拜拜。你唔捌伊哦。啊，我知啦，谁要说你在看到伊啊？啊，你一直来讲啊，如果他打破砂锅问到的结论，我是无赢，我先去，我要食饭啊。因为这有足姐姐啦，那会造成刚刚，因为你每天那么忙，做那么多事，见那么多人，好，那你说在党内必要怎么样？这个当然大家可以见赖清德，你去叫他去行的，副总统你唔爱伊哦，这个就很尴尬、如果司仪在旁，副总统你唔爱哦，阿姨在吃，还关上呢，系啊，阿姨在吴怡丁啊，哎呀，你袂记哩啊吼，还笑笑安尼，所以这个啊、这种尴尬是很容易化解的、所以龙介兄，你是说他的那个应变不够圆滑的应变吗？没啊，伊嘛是真亲切啦、我刚刚在讲，就是说，如果去碰到那种一直不断追问你的、那你要自己要有一套。应变的方式，这样子。哎呀，那样啊，那为什么以前这个主将下乡、主管下乡都会有人在陪，而且就是当地熟头、熟门熟路的这个人来陪？为什么？啊，起点我跟你讲，迄个就是两届啊，啊，迄个要做，迄个是苗栗的主委，迄个人缘足好，伊方足歹。怕死过来，爱说你哦，该讲话爱说你。落车宋楚瑜这点最上敖啦，伊伫车顶的时阵，等下要看一下哦，恁家有四个囡仔，一个读国小。安尼有好呢，做大心的呢。大名、小名、中名、四名啊，都会把它背起来。对，啊来啊，即摆落啊，我来恁家第四遍啦，你敢知影吼？啊，我说啊，是我家己都袂记哩啊，啊，咱就会记哩啦。因的对，跟着做研考了，就是你哪一年来，把历来的行程调出来，啊，就在车上讲好，一下车，毛巴不会唔对个。侯友宜现在是啊，两届啊，你中国我，阿别讲，主席两届的一边，你不要紧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收我，阿你不要怕卡车，啊，但是他的态度就是下来要跟你好像有，哎呀，两届啊，中国很快。可是通常这种人家展现诚意，当事人也不会啊，就胸前不会拍垮，胸前不打笑脸的嘛。对，有诚意其实很重要。不过侯友宜，你看他到南部啊，就很笑了，那一的是用。回到那个台语模式好，哎呀，想办法低啊，他的用语就很台，对，比较自然啦，就很接地气啊。好啊，他就嘉义人啊，他习惯用台语沟通嘛。对，我卡了，你吹气一定要等伊的。嗯，啊，唔系，我是一摆把迄二张椅啊提起来削出去啊，当看到赖慧媛，我怎啊紧揪揪一个手软漏掉，无迄。我讲了一婚礼呢，其实这个有点像，可是议会里面五场本来就没有，我们就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以前民进党的女立委都很非常的凶，强悍，然后比如说像林淑芬，像谁，邱意莹，他们是会主动去找男立委去推挤的，哦，啊，这时候其实以前国民党很多男立委会躲起来，但是有一些比较菜的，比如说像之前吴育仁就跟林淑芬拉扯，然后呢，后来那时候我记得吴育仁还穿那个什么乳牛装还是什么的。你记不记得？
啊，后来他们两个就互碰，结果林淑芬就说他袭胸嘛，啊，就是这样呢，哎，议事攻防啊，可是最后会变成，可是通常不会真的跑去申诉或者提告啦，哎，就是直接给媒体效果啦。哎，那个核废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就听不太懂了。侯友宜在过去挡了13次嘛，啊，他现在今天讲说，因为他坚持要室内的，是不是？不是侯友宜挡13次，是新北市政府，啊，新北啦，新北啦，嘿嘿，因为也有朱立伦的份，啊，对了，也有朱立伦份了，反正新北就挡了13次，然后他是说一定要室内的才比较安全，然后他说，如果说你这个万一大雨啊，然后这造水把它大水把它冲垮，然后流到溪里面会造成浩劫哦。那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反核哦，我侯友宜没有反核，他从来没有反核，嗯，啊，他有挺核吗？他不是挺他，我当我这能源分配嘛，能源分配你现在的分配是做不到的嘛，嗯，好，那我的能源分配做得到，但你还没有详细说怎么分配，对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就是说，譬如说这个核三要不要延役啊？那核四封现在还是封存状态嘛，嗯，只是燃料被送走了，送走了。可以再定了，嗯，啊，嗯哦，那封存的可以解封了，嗯，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做，然后你这个核废料可以再延，你当时执照不给，就是说你在厂区内比较安全，就原本在厂区内的储存，啊，嗯哦，那你政府的态度没有出来，就等于当时的中央，因为他就是要飞核家园，啊，他就不跟你在讨论核废料，我都不来呀，啊，可是2013的时候是马英九，对啊，对啊，马。没有，那个，不是那个时候，因为是反核运动。马是因为社会压力，嗯，然后当时那一股我是人，我反核，嗯，上来以后压力太大，他还是要启动，因为1000多项的安全测试都过了嘛。嗯，后来是因为朱立伦跟郝龙斌站出来，嗯嗯，双北的市长为双北市民的立场认为这个核能核事要暂缓，哦，所以最后江宜桦才说，嗯，啊不就香肠啦。讲的肉收啦，你也看，大肠包烟钱呢，大肠包小肠，他才卖你多少钱？嗯，对啊，哎，一边呢有，没有？因为要加工美国猪肉的那个味道才会消掉啊，就是用重盐重咸的这种加工。猪，啊，肉的料理最后不是都会很重油重咸？因为肉有咸啊。有限呐，有限是什么意思？没有烟，没有烟。你小公，咱有，第一有胡辣有烟起来嘛，烟起来，就是没有烟的猪，哦，它的腥味会比较重。咱的肉就无迄个臭猪肉咸。哦，羊肉有咸无咸嘛是，都要伫你有烟无烟嘛。哦，好，迄个羊骚味，对不？对对。哦，我们每次开会都在有一点，这叫地狱梗哦，因为你不觉得自从这个这一两年就是那种。比如说什么超商好客啊，什么路边打人啊，什么什么案子特别多，失节失调啊。哎呀，哦，有人讲说，其实，假消低吧。假，啊，当然这是大家这个在闲聊了哈。没有，这个是有医学报告，但是他要吃多少量？5、3、3、3哦，好，啊，你信不信？所以民进党当时解释说，你不可能吃那么多量。嗯嗯，哦。有个什么讲叫吃到100头猪啦，啊，什么的，这个是因为以前我们要进美牛的时候，他们拿那些报告来打国民党嘛，嗯，来打嘛，所以他要进美猪莱克多巴胺，我才用那一套来回击他。然后，所以他们就讲说，我讲说什么吃猪肉高胡辣的丢你嘛，哎，对不？啊，你讲就变谣言这样啊？第二啊，这是之前他们在美牛。要进口的时候，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牛要进口的时候，因讲的，你就提当，就你拿他们讲的东西啦，啊，因讲的就是圣经，啊，你讲的是消经这样子，那一样的报告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莱克多巴胺对这个影响，隔了8年了，莱克多巴胺进化了，真的对动物也很帮助啊，这样子。有，它有毒性比较强，它有。有几种瘦肉精有，我要先免责哦，我都开以上都开玩笑哦，哈，这个不要安心。网路，我是江西人。但是迄块影片我落去，大家民间大家听会乐啊，讲咩嘞？够厉害，我够厉害哦，就提因的资料来讲了呢。我伟汉说赖清德会再掉5%，可是我在想说，其实他原本升30%，其实就是基本教育的，还会再跌吗？我跟你讲啊，不会再掉5%了，就是他一说这一波大概5%到10%。要看国民党的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时候要去凸显赖清德是新潮流，我跟你讲。为什么？啊，他新潮流标签不够深哦。
没有啊，你凸显，因为整个鹰派跟其他派系的人，淮南那部。我以前清朝柳有一个一堆人买酒买烟带走，哦，对啊，这应该是买酒的关系啦，不然你说一个人四千是吃不饱是这个感觉上就是去敲盘子的，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去杀猪了。其实他来超过三个，我可能就会先跑了，对不对？应该跟他讲说，哎，现在都是网络定位啦，对，就直接定，让他知道说我定四人桌，啊，你就直接我说我要定几个，哎，我们要定几个人，要先定位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或者你直接这招好，你直接定四人桌，然后你把那个定位讯息传给他，他看到只有四个人的位置，他直接回报你23个，就说，哎，我们改天再约好了。对啊，23个感觉上就要不是，你就直接说我们不适合，我们不是、哎，这也太直白了。他到时候截图出去，你看这个人穷酸小子报23个还跑，他相亲又怎样？对啊。欸，我本来以为是熟的咯，欸，可是居然是第一次见面，对啊，第一次这样就可是大陆那个有相亲文化啦，哦，所以现在那个抖音很多那种相亲梗拍成小短剧。我们前阵子也讨论过，有一个女的在招亲，是不是？对，他们上海就有一个公园啊，就是一堆长辈帮小孩去那边说，也有自己拍影片的，啊，对。但有的好像是不知道是蹭流量还是，但是听说他们真的有就有两派说法，有派说法说他们真的会在公园写他们的条件。对，他上海有一个公园是蹭流量，没有没有是真的。就是很多家长会带着自己小孩，比如说拿什么什么毕业，然后几岁，然后什么条件，然后你看上你跟他聊一聊，然后可是现在互联网时代，那你为什么不在网络上呢？网络上那么多人，公园里面是家长，你跟家长聊，然后家长说好，那我们就约时间去当面聊。对，哦，没有当面，你可以就是有点像是市场那种感觉，那这样有点找门当户对啦。对。家长先瞧了，对，家长彼此看，因为物质条件，家长比那个当事人急啊。欸，大陆要找对象会很难吗？以前他们一胎化有一些疑虑啊，现在据说是男多于女嘛。对啊，男多于女，所以是男生要，就是大部分都是出来的求的都是我是男生，我是儿子，所以我要求女生。哦哦哦，因为就是那个性别比例失衡。哦哦哦哦，龙介兄。啊，所以国民党的选举有没有信心？有，要怎么弄？还是龙介兄你来当副手，啊，快跑快整队啊，积极面对，快跑快整队，积极面对，对 ，run。然后这个赖清德本来就没那么强了，他在你先祝侯友宜生日快乐啦。哦，他生日，今天是朱立伦跟侯友宜的生日啊，6月7号。哦，他生日，哦，哎，冷哎呀，啊，那叫不出人也应该的啦。寿星说了算。对啊，那应该请大家吃蛋糕，干嘛吃老三班餐盒？我怎么知道？所以应该订个蛋挞，柯老二蛋挞。你讲另外一个中常委是谁？你不知道？什么周什么荣？我讲不出名字，真的。周什么荣？什么？我来查。什么典荣还是什么的荣？哦。那个佩蓉，那个查某的啦，对啦，周点论因查某囝啦，哦，周梦龙啊，周梦龙啊，对啊，哇，那又得罪了，我又得罪周点论。